各位听众，大家好，河北老杜，咱们中国露营车自驾智慧成都服务站，欢迎所有喜欢自驾露营、骑行、摩旅的车友们，然后来咱们营地休整。然后咱们这边呢，距离318、317都特别的近，交通也特别的方便。然后营地呢，有房车、床车、营位，然后也有搭帐篷、露营的地方，然后有洗手间、有淋浴间，然后还有咱们的装备展厅。当然，咱们的改装车间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昨天啊，咱们然后做了一个车载冰箱的一个测试。咱们这边呢是有这个15升、20升、25升以及30升、40升的这个车载冰箱。昨天的时候，每一个冰箱然后里面放了5瓶水。从大概上午的8:37，然后一直测试到晚上的8:37，大概12个小时，其实这些冰箱里的水都已经有结冰的现象，并且有的冰箱已经把那个矿泉水冻得很结实。然后现在呢是第二天的大概8点左右，看一下，7:55，然后离这个冰箱通电大概过去了接近24小时，还差30分钟。差30分钟就24小时了，然后咱们检查一遍，看目前冰箱里的水是个什么状态。大胆猜测一下，所有的水其实已经会冻得硬邦邦的那种感觉。做这个小测试就是想告诉大家，只有这个。哎，你好，你好。哎，你好，大姐。哦，你好，非常欢迎所有喜欢自驾露营的朋友们加入咱们车友会。咱们车友会希望做成一个，国内最大规模的一个车友会，然后并且希望车友会能做得长久。车友会希望给所有喜欢自驾和露营爱好者去搭建一个最适合的沟通交流和获取资讯的平台。老杜正在努力当中。刚才有车友要加入咱们车友会，耽误了几分钟，然后咱们接着说冰箱，咱们直接看结果吧，然后咱也不说废话了，直接看结果，看冰箱里边的水是个什么状态，水是昨天上午8:37放进去的，通的电，然后昨天呢，咱们也每过一个小时也都有去检查冰箱里的水是个什么状态，看结果，哈哈哈。这款是15升车家两用带 APP 控温的，然后咱们检查一下，大家看这个瓶子的底部都已经完全凸出来了，然后水冻的已经硬邦邦的，然后跟大家去检查一下，哈哈哈，是不是冻得硬邦邦的？其实昨天晚上都已经结冰了。然后再看这个，然后咱们挨个去检查一遍。怎么样？是不是冻得很结实？但这种车载冰箱啊，因为它本身的压缩机的功率不是特别高，跟家里的冰箱相比来说的话，就是它的冷冻能力没有，肯定是没有家里的冰箱强，但是它肯定是能达到冷冻的温度，这是最关键的。都是冻得硬邦邦。检查一遍。检查一遍。检查一遍。然后30升车家两用。三十升车家两用，然后咱们再看这款40升的双温双控的冰箱，咱们检查一遍，已经冻得全部硬邦邦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啊，我为什么要去敲一下？就是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然后它的这个冰箱，
带冷冻能力，呵家伙，来吧。是不是所有的都冻得硬邦邦的？咱们的测试就到此结束吧。大体上来说的话，就是1个小时，然后冰箱内部有明显的降温的感觉，然后冰箱内壁会特别的凉，大概6到8个小时，然后部分冰箱的里的矿泉水会出现结冰的情况，然后大概10到12个小时，部分车载冰箱的水已经冻得很瓷实，然后通电24小时，然后所有的水都冻得硬邦邦，因为昨天晚上半夜我没有过来检查。一个简单的小测试结果分享给大家。想要选冰箱，首先建议大家选带压缩机制冷的，然后其次你计划把冰箱放到车内的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空间是多大，然后在那个空间的可选的范围内，个人建议选大的，能选大的尽量选大的。有一个情况没跟大家去讲，然后15升、20升、25升以及30升，然后我用这个移动电源试电供的电，这款40升的冰箱我是用点烟器口供的电，选冰箱带压缩机是一方面，然后在你的空间范围内，你的允许的情况下选大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一定要选车家两用的，车上也能用，家里也能用才是最 OK 的。朋友们，今天又来了不少车友来参观咱们的装备展厅。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杜，然后这是咱们中国轮车自驾车友会成都服务站咱们的装备展厅，然后今天来了一位非常熟悉的车友，毛豆大哥。之前我们是在从云南走冰沙沙到西藏，然后最后到新疆，我在一块待了1个多月。今天毛豆大哥是专门带着一位车友，然后从贵阳专程赶过来参观咱们的这个装备展厅，要选购全套的自驾装备。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展厅啊 SUV 自驾游必要的装备咱这边都有，行李箱、折叠桌椅、车载冰箱、置物架、水桶，各种置物架，然后移动电源。